身旁是我的挑战者，那个谁，我是金宝山。那我们就请那个谁来介绍一下手足球的规则。手足球就是分成两边，一边各有四根杆子，然后很明显的就是前锋、中锋、后卫以及守门员。重点是你要把球踢到对方的球门里面，就算得一分。那我们如果输的人要怎么样？输的人哦，你觉得呢？输的人，不然就谈额头好，谈额头好。这是我们观众最喜欢看的对战戏码，我不啰嗦，比赛马上就开始。来，我们一个顺球，来。球场把那个登上了，好，那个，哎，右边接到牌，右边接到了后排，好，那个牌子，哎，那个谁防死了，哎，球到，把那个接走，哎，哎，球了，下了，啊，1-0，我们是比五球的，五颗五分决胜负，好，我们开始，好，一颗。综合台每周五晚间9点，终极一班3。